这样，我们来看这姑娘的第一个短片吧。我想短片当中一定会有很多想要说的话，来，一起来看。我叫郭爽，今年20岁，朋友们都叫我沈爽，因为我的思想总是天马行空的，让别人理解不了。做饭我也很在行，基本上简单的家常菜我都会。我觉得能为喜欢的人做饭吃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王东，这是我为你做的可乐鸡翅，你想尝尝吗？我相信一见钟情，从看见你的第一眼开始就喜欢你了。大家好，我叫王征，来自吉林化的。于是我开始疯狂地搜集你的视频，寻找有关你的消息，了解你。你说你不喜欢留长指甲、染头发、有纹身的女孩。我没有纹身，长指甲也剪掉了，我愿意为了你把头发也染回黑色。老板，把我头发染成黑的。哎，好嘞。你说你以前吃过苦，在地下室住的时候没有床没有被，我们以后买房子可以买最高层，我也愿意做你温暖的棉被。我白天想你，我黑天想你，我每天都在想你。你在台上是那么引人注意，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接近你，所以我要来到这个舞台上，告诉全世界的人，有这么一个人喜欢你，懂你，很想和你在一起。王征，我喜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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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走吧。我弟呀、啊，我看行了，走吧，到地方吧。我告诉你啊，王征，这姑娘挺好，我跟你说，你可别错过了。刚才看短片给我看的眼泪巴叉的，你今天要不跟她走，我跟你说，待会儿录完了，你就等着我门口等着你就完事儿了。姑娘，你为王征都做了什么了？他说他不喜欢留长指甲的女生，然后我把我的长指甲都剪了，然后以后也不会再留长指甲，头发也以后一直都会是黑色的，然后就是后边的这个被子是我走遍了差不多整个吉林市吧找到的最大的一双被，因为它很高很大嘛。之前王征在节目上也说过，他之前很小的时候就出来打拼，然后很不容易，住的是地下室，然后睡的是床板，没有被，然后发誓说以后要买一个最大的床，然后买一双最厚的棉被，然后我今天把被子带来了，我想做你最温暖的棉被。下去去，王征你下来好吗？下去吧，王征，下去，下去。吓没吓到？长这么大就没这么感动过，是真的。没有这么感动过，是吗？对，激动，感动。就是我站在顶上，其实一点也不害怕，也不嘚瑟，但是他这一来，我就有点疼了。那你对姑娘的感觉怎么样？挺好的。完成。姑娘一出场的时候，她今天带的这些家伙事儿把我们都震住了。你有想过那床被子是给你带来的吗？没有，但是我看着她挺拿边的。挺什么？挺拿边的。啊？什么拿边？头发是黑的。啊。没有纹身。啊。也不留手指甲。啊。挺正经的。再问问姑娘吧，你喜欢王征已经喜欢到这样了，留意他有多久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还知道他些什么？我从他
上台的第一期一直看到现在，然后喜欢他高高的瘦瘦的，然后一笑很可爱，然后有一张娃娃脸，然后总之就是所有的地方我都很喜欢。最喜欢的呢是他这个人这个心。好，女嘉宾确实特别优秀，要是说他要是成熟点的话，我肯定能，我不用他来找我我都能去找他，但是他这些举动吧就特别轻浮，这你还没等和我说上话呢就又喜欢又爱的，我就觉得我不相信一见钟情这种东西。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嘛，怎么都要试一试嘛，不试的话一点机会都没有。知道你不相信一见钟情，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希望你能跟我走，嫁给我你会幸福的。确实是挺感动，真挺感动的，长这么大就没这么感动过。那结果是我还是祝福你吧。姑娘怎么想的？我能把被子送给她。好啊，好，来我帮你。谢谢。放下呀，多沉呀，背上往这儿，背上背上啊。哎呀，这样你一点都不帅，放下吧，拎着吧，我还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好，好，把我的头发剪下来。好，把我的头发剪下来，把我的头发剪下来。你是希望通过你现在的这个举动，然后让我正都在证明说我很幼稚很不成熟，但是你并没有深了解我呀。你十五六岁出来的，我十七岁出来的，也出来了四年了。然后在电视上看见你的第一眼就特别的心动，哎呀，然后鼓了很大的勇气上这个舞台上来上向你表白。然后你知道王征，从你在全程热恋上出现，有多少女孩喜欢你吗？有那么多女孩喜欢你，又有谁来到这个舞台上跟你表达她对你的喜欢呢？真的是有女孩子能够敢来到这个舞台上，并且在短片当中做出那么多那么多为你做的事情，而且站到这儿跟你说她有多喜欢你，你知道这有多难吗？有几个人能做到呢？我把枕头交给你，姑娘，你已经把被子
给王征了，接下来那是一辈子，这是两个人，也许这是爱情的信物。接下来看看王征能不能接受这其中的一个枕头，或者能不能接受这爱情的信物吧。我真的很喜欢你，在一起跟他走吧，跟他走，跟他走吧。王征，在一起，牵手，王征，在一起。走，好。